你们都看到过《法华经》了，都是《法华经》的东西，不是我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那小说你听懂了？哦，你对你不是佛还有什么疑问？让感觉回答。是啊。我听不懂。百灵还没你疑问，百灵只是还不知如是。爱了。是啊。百灵还要个视线，还不知道个如是。百灵是，我就这样了，就是了。大哥两天就说好像不像，是吧？一着相的时候就不像，知道吗？不像那个佛像，知道吗？不着相的时候就是死活不认不死，所以不能着相。你着佛像就有众生相，就有我相。你不是被牵引，你是着相。众生都是佛，不是你一个人啊。看人家卫星直接进去了。你都不理你们，你们才想着我怎么做，是不是我怎么进入那个状态，人家直接就进去，我管他是不是呢，知道吧？我连是不是都不管。什么如来啊，什么管他呢，我自己直接进去了。所以不要考虑你是如来还是人，不要考虑这些，所有的执着都要破。你是不是又怎么样？三月听懂了哦。听懂啥了？听懂我们本来就是。反正记住这句了。我本来就是死活不认不是。慢慢的，一定要做得像个佛啊！虽然不着，虽然是一时没不着，开始因为我们还是有相的嘛，所以要学习菩萨，哎，从内心要有菩提、发菩萨的心啊，利他之心啊。反正我是佛了，就是这也挺好，临死也不遗憾。反正我是，只有是个圣人。掉着任何一刀也死活不认那一刀，我就不是这道的，我就不认这个因果，我就不认我就是佛。你要能把这个概念保存，这也不错。死活不认六道的，记住这一句，还要记住，要慢慢的进入一个状态，哎，定的状态啊，或者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。因为你现在认为你要么是静的，要么是动的，你要慢慢进入中间的那个状态。修行慢慢安住在那个状态里边，经常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中道，进入中道的状态。大脑要学会放松，就叫经常思考的人，有思想的人更这儿紧，就是神经系统啊，打坐要学会把这些放松，要学会任何所有的惬意，所有执着的东西，那一刻哎呀，把手伸开，放手吧，放开，把这个世界放开，从你手心里放开，管他呢，就到我这一刻要死了，这个世界能怎么样呢？我要死了，我一口气不来了，一定要有这种，坐在那儿一定要这样，放手了，你不得不放手，伸开你的手，坐在那儿，把这儿唰放下，把头脑放下了。现在你们觉得休息很难吗？你觉得难吗？不难了啊。不是不难，还是有难度，还是觉得有难度，还是觉得很累很难。就还是我觉得那个主要是一个惯性，就是我确实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在带着你，主要可能这种东西是身体上的东西啊，或者什么东西，对，影响你安住的那个，对，它在影响你。但是就算你意识上明白，意识上也知道我们应该回到中道上边，然后也要破这种二元对应的东西。但是身体上的很多东西它会带着你，很难受的牵引。对，它会牵引你，就好比说你病痛的东西啊，你欲望的东西啊，觉受的东西，它还会影响。它需要时间，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些觉受的东西空掉，或者是。对，说是这样可以说，我们交流可以这样交流，但是做的时候，你只要在意念上清理掉它，可以更快一点。我也是觉得，就是那个身体上的那种东西，它和意识上那个东西，它像一个博弈的东西。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去旁观它那种博弈，但是有时候你确实觉得这边就是很厉害，那边就是不厉害。有时候你觉得这边就是厉害，那边就是不厉害，你就会被
被那这两个东西来回摆动。那你就如果是生理上或者是意识上面迁移还很重的，那你就只能是学会旁观，嗯，先修止观，先从旁观开始，然后一直一直到有一个观者，有一个被观者，就是说这是迁移不重的人可以直接切入。如果你觉得生理上对你迁移还很重，那你就修从观者跟被观者开始修，因为你看的那个不动，不看的修两个二元对立的东西，一个观者，一个看着自己乱动的被牵引的，一个看着自己乱动，你这个观者是就是观者时间久了，这个慢慢这个就停下来，你只要这边有个不动的，这边就慢慢停下来，当它清静清静清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合在一起了。因为止观的过程是一个如果按次第修很多次第的，比如说观与闭观啊，破啊，觉与闭觉破啊，照与闭照破啊，它是一次一次破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比如说你从止观开始修，如果是观与闭观破掉以后，你可以直接跳入如来的境界，你不需要修中间那一个。如果有法华经你的思想指导的话，你就不需要修中间那一个，你可以直接安住在，你可以直接切入到，你从开始这修一个过程，然后直接再切入也可以，你就不可以不用修照与闭照啊，觉与闭觉这个过程。就每一个你要灵活的去把握，你觉得这两天自己迁移的很厉害，那就用一个旁观来修，如果迁移不厉害，你就直接能够进入到那个中道的思想，就不用修那两边，管它是照被照还是观被观，你根本直接安住在那个如如不动的状态。如果你觉得迁移很就身体有病痛啊，或者这两天生理上还心浮气躁，那你就修观，修旁观。其实这个已经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，一个就是因为生理上的牵引的话，一个方面就是能人为的能做的就是一个吃素啊，气脉净化了，吃素啊，慢慢大家清心寡欲啊，什么百日诸戒大家也做完了，就所有的其实该做的已经做完了，其实不外乎这些方法，就是净化气脉，你就没有那么浊，你就能够没那么燥，那能控制住。但是显然我们可能还不够，有些人可能100天足迹是不够的，可能需要200天，因为不一样。有些人可能吃斋需要很久很久，有些人可能不需要吃斋。这些都不是小节了。但是你要还是修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慢慢要找到切合自己的方式。第二呢，就是说，还是成佛，觉得就还是自己坚定信念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，就是我要成就。这件事是我今生要完成的一件事，还是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，否则你随时就去做别的了。如果这个信念不在那儿的，我今生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，那么这件事成为主要的，其他是次要的了。其他的有时间做，没时间不做了。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还达不到，有时候还是如果我好好的活着。如果能成道碰上了我就碰上了，成不了就算了，还是处在这种状态。如果一不小心机缘凑巧我成道了，那么我可能也挺开心哦。如果机缘不凑巧，下辈子再说了。如果这种想法的话，可能就慢了，或者是可能就是其实迁移不断的不断的就折腾了。其实很多东西是这儿折腾，意识折腾。是好像主要就是意识上的东西。始终包括生理的觉受，到最后还是转意识，到最后意识，但是意识转的时候是牵涉到神经系统的一个转化，还是有生理上也在动的，不是说。你就好吗？你还行啊。你还是停不下来。你就这样想，你就停不下来是假的，真的那个早就停下来的，就说你就先这样分成两个，对，还在转。你转的是我该不该辞职不打扫厕所，要么我今天打扫厕所有没有功德，或者是我应该欢喜还是不欢喜。你反正只转吧，你什么时候不转了就 OK 了。我现在是觉得该打了，但我就想没有该不该，你只要不转就行了，这打扫厕所的就完成了，不管你转该还是不该都不对。打扫厕所就是打扫厕所，还该不该嘛？没有那样想，我刚才是说师傅说，
都是佛了，明天就是佛经大扫除，然后不远观别靠近，然后自己就开心了。佛是最低的，你知道吧？千万不要认为也没有低高低佛是，但是不要认为佛一般都是佛打扫厕所，告诉你，所以你美滋滋的打扫去吧。然后想了老半天，得意老半天，想说安主怎么我在这儿偷乐呢？还是没安住，还在想。但是你在厕所打扫的时候。你要知道是佛在打扫，但是一定要搞清楚佛是什么样子，要把自己搞清楚佛是什么样子，佛不是忽高忽低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要把那个心安对地方，你才，人家别人才看见你像个佛，知道吧？自己也觉得像，我这更了解自己觉得不像了。你也不要忽高忽低折腾，你什么也不要折腾。就行了，做啥也行，你是跑得快，你意识层面刷刷刷刷刷跑得快，王伟是拧得紧，都不一样的，王伟是走走走走，就像那螺丝刀一拧进去了，他就是扫扫扫，哎呀，说不动瘦都没样，跑得快，主要是最近不累呀。精力充沛呀，慢慢的累了他就不想。所以说是很累呀，是昨天没乱动，听进去了，今天早上又开始，你妈妈又收收收的，我又开始收出去了，是收也行，大家都收收收收的，但尽量的不要因果太重了，那个果来了大家又哭鼻子，自己在那收可以。小张好像开悟了啊，一直在笑。这一直是两种，可能要么开悟了，要么纯粹傻了。聪美听懂了没？听懂了。哎呀，不这么厉害，也是听懂了，我还没挣到，是吗？啊，挣的。听边挣的，哇！是啊，别听别挣了，不好。挣到啥？挣到。你没听见？我是佛，但我什么都不是啊！不能是，不能是。你是佛的时候，你是如来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是啊！你不敢承认你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不敢承认任何一个相，你什么也不是，然后你什么就都是。不要说我是仁波切，我是活佛，你哪一道人吃这个了也不对了，告诉你，开你玩笑的，是啊，是仁波切多久了？上大河我就觉得他们侮辱我，侮辱我，太过分了。啊，你别叫，你的嘴说不出好话。叫啥屎？还不是你意识分别了，他又分别了，是吧？大德就是啊，大德仁波切有什么？对，别叫狗屎，也叫仁波切。那就叫你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不是。叫什么呢？他叫就叫白，就叫活佛、仁波都可以，有啥？主要是你别把活佛跟仁波切当成个啥就行了。你当成个桌子、狗屎都不对。我没有。嗯。反正我不着相，不着相你就什么也能做，怕什么？既然不着相，那你做做看，明天什么也可以做。你不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给我几个指标，我做。看见坏人，心生敬仰，知道吗？做不到吗？自己只能对百灵讲啊，大家不要再看见坏人心生敬仰了，都百灵。其实你们老是经常
讲这些东西，老师我讲，其实你们都这么厉害，这么博学优秀，超凡脱俗，你们也给我讲讲，我也分享分享你们的修行。师傅，您让我们安住，我们不敢讲，怕露馅。你就露两手给我看看。分享分享你们的修行，可能肯定很多精彩的故事。这两天你们又演了什么电影？脑子里。你们在人道又拍了什么连续剧，到现在还没结尾的，可以聊聊吗？大家给猜测几个最好的结局。在意识层面折腾又开始，自己演电影演得起酸甜苦辣。哥俩人一辈子演很多部电视连续剧，他自己在脑子里演一幕一幕的，然后自己又酸甜苦辣在里边哭啊笑啊。每个人都应该记录下最优秀的一部最精彩的。你们演戏的时候就是你打开你看吧，他们踏着洋葱的香，踏着蒜头的香，然后在里边哭啊。其实就那么简单，就是电视连续剧都差不多，只是着的笑不同。其实你看的那种像吧，也就是洋葱啊、大蒜啊，就是辣椒啊，各找各的想，然后他为大蒜哭，他为辣椒哭，隔两天他又坏了，他为辣椒哭，他为蒜头哭，是吧，王伟？没事了。就换个更像，又哭来哭去的，永远折腾，然后挺辛苦的。